小姐呀，你呀小姐，金水呀，你呀金水，一双也大眼睛，弯弯的柳呀也美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好比杨贵妃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好比杨贵妃。小姐呀你呀小姐，金水呀你呀金水，身材呀又标准，皮肤呀白又水。小姐呀你呀小姐，金水呀你呀金水，问你有几多岁，男朋友是哪一位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一看就陶醉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一看就陶醉。小姐呀你呀小姐，金水呀你呀金水，面庞呀白又滑，不知要嫁给谁。小姐呀你呀小姐，金水呀你呀金水，眼睛会打电话，我看了就陶醉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端庄又高贵。小姐她生来是水呀水呀，端庄又高贵。小姐呀你呀小姐，金水呀你呀金水，声音呀娇又脆，一听就不能睡，一听就不能睡，一听就不能睡。阿娘买菜啊？是呀、啊、嫂佬你好吗？啊，我爸耳朵听伊打话机声比唱歌还好听，啊，谁都说好听，好听都没有你的份啦、啊。哎，小姐，怎么早就来巴萨了？昨天先有新鲜嘢买了嘛，嗯，日日上巴萨啦，就头痛了，都唔知道买咩菜好啊。那还不简单吗？吃菜是最好的，又好吃又经济。来来来来，拿点翁菜回去吃，都好啦。阿肥佬啊，一公斤几多钱啊？讲钱就是感情啦，拿去拿去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咁点好意思啊？我俾佢大坑，好脸无脸登死别。阿娘，你来，我给你打哈。咩事啊，嫂佬？阿娘，你只想咪听个背个西山打啊？英才呢是冇吃卡嘴个。下水呢是较爱嫩个呀，伊是爱害你啊阿娘。那阿娘，猪肉呢是补钙食袂崩败个，食猪肉呢皮嫩筋骨，身材丰满，面色红个。咁你自己咁瘦，面色又咁差，点解唔食多啲猪肉啊？我有食。咁点解唔肥嘅？我唔系食嗰啲猪肉，我系食嗰啲排骨比较多啲啦嘛。唔怪得你成身都系骨头啦，阿瘦佬啊，咁嗰个卖菜嘅肥佬咧，梗系餐餐都食肥猪肉啦，所以咧佢先咁肥啊。伊唔是食只猪肉食杯嘅，伊呢是靠只吉波半碟方嘅。你睇落阿娘，如果明呢背正冷风，无半点只咳嗽，你睇，你整整叫个落地不能打朋友。那娘，每个猪肉去食。另外呢，上人老虎只猪脑，猪脑呢，不只贵卡，上好食的啊！喂，小姐，他是想害你的呀、啊？佢点解要害我啊？哎呀，小姐，你真是蒙查查了，
这个医药界啊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《本草纲目》都有记载啦。吃猪七情闹，所以啊这个猪脑不能吃，猪脑吃多了啊会变成人头猪脑的啊。来来来，我送你几条苦瓜，哎，拿回去吃了。阿娘，你来，那该不一个呢，精神是重新不良啊！一家人吃吃苦瓜啊，这是真实爱害人的啦娘。吃苦瓜吃这个嘴呢，过敏就能咬咬咬咬，甲苦瓜变变样，落掉命呢是苦瓜吃苦瓜啊！那阿娘，我送你几条腿的啊，小姐。这是猪腿千万不好吃啊，吃多了你的腿就会像猪腿一样，这个多难看啊。来来来来，我再送你几条萝卜。那你啊菜头呢会摆动起来，因为个药啊没吃。我再送你两条毛瓜。嘿嘿，你打就不对平啊，你啊这个毛瓜吃得多呢，这个毛都露到你溜溜，无论是头毛目齿毛鼻孔毛红毛就露哎。阿娘，我在上楼家诺力的腰子。小姐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他送你猪腰是在讽刺你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神采，要你吃猪腰不腰心，笑你嘞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再送你两条老黄瓜。我在上楼的瓜。我再送你一粒南瓜。我上楼诺户的回。我再送你一粒木瓜。上楼诺掉的位。我再送你一个冬瓜，上了大灯摔灯就好啊！我再送你一个大西瓜，啊、我别了眼眼眼就掉了哈！阿娘，我两头都上了啊！咩话？少佬、你连个头都送俾我啊？唔系，唔是，我是得两个头头先上了啊！你哋两个送我咁多嘢，点好意思啊？哎哟，咁多嘢！我点拎啊！哎，我来给你倒下酒，我来给你倒下酒。对对对对，我来帮你的忙。唔敢当，唔敢当。不如咁啦，呢啲嘢咧就暂时放喺你哋度先，我翻去叫人嚟帮我攞啦。叫啲人来给你倒下酒啊！我嘅老公咯。吓？诶，刘安嘅。哎呀，你有老公的呀、啊？系，你哋未见过面噶。等一阵咧，我就叫佢嚟，同你哋介绍啊。话俾你哋听啦，我老公啊系有名嘅空手道教练嚟噶。哇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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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两个真大方。啦啦啦啦